这个煲汤圆机现在的，我们刚才做那20克吧，现在在做8克，要重新调节换那个模。切出来，切割两半是这样的。你再切，再过吧。这个转盘。拉动。顶台机，这样。
鸡的后边是这样，全都是不锈钢做的，外盒包不锈钢，啊，比如打个顶箱，打个顶箱，没有你那个那个，两个打，那个电箱，用台湾的最有名的底条调频器。打开小打，好，存台基本上是这样的。OK。